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要从第十六题开始哈。I'm not familiar with the area since I 一个空格 here just a month ago。好，我一个月前哈才刚到，好，所以我根本还不熟哈。那各位记得看到这个 ago 呢，其实已经是指的明确的时间了。一个月前嘛，哦，那很简单啦。现在五月，假设现在是七月，一个月前那是六月，明确时间哦，所以答案过去式。第十六题要填的是猪。第十七题 ，Do you want to play we？ 哈、哦，现在可能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 we 是什么了哈。we 就是游戏机了哈。No thanks， I am pretty tired now。tired 是疲倦，我现在呢非常的疲倦了。好，所以第十七题呢，答案要填的是 B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啊，各位你仔细看，这里有 for 完成式，对不对啊？这 have played for 2 hours， 十七题 B。来，接下来是第十八题 ，up to now 到目前为止 ，she 一个空格 twenty pounds， 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时间，动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所以十八题答案填的是 A。哦、他已经变胖 ，gain 是变胖、哦、变胖增胖了20磅，哇、哦，那也蛮多的。接下来第十九题 ，they 一个空格 in New York now，they 一个空格 there for the last 6 months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题、哦、第十九题答案呢要填的是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有没有，这边有 now、既然有明确的时间出现的，这里应该要填的。就是现在式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里不是有看到 for 吗？ for 看到这个就是完成式、哦、所以你就找现在跟完成式，前面是现在，后面是完成了、哦、这就不对了。哎，这个有，可是后面错了，后面这是过去完成式， 这个后面也是错了、哦、所以答案呢就是这个、哦、所以他们住在纽约，他们已经住在那里，住在六，这感觉这本书很喜欢纽约、哦、来，接下来第二十题、哦、look Perry 啊，这题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有 look 啊，这个是啊，就是看了、啊、一个动作正在进行，答案填的是 B。第二十一题 ，When I arrived at Amy's place, she 一个空格 out， 当我抵达的时候呢，她已经出门了，一个动作发生，另外一个动作已经先发生了，一个先，一个后，这个是完成式的讲法，这里要填的是 A。他已经出门了 ，I have no choice but、to wait for her to come back。我只好等他回来。好的，来，这个就是我们时态的、最后一页了哈。